画画教室第二堂课来喽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海绵蛋糕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海绵蛋糕。首先呢，这个蛋糕呢长什么样子？它是一个圆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画一个圆圆的。简单呢，赶快跟着泡芙姐姐一起来画画喽！下一堂课我们要学什么呢？不告诉你，你要记得收看我们的画画教室。